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c。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即将来临，在这个双十一的活动里面呢，我们艾曼修也有举办一些优惠活动给大家，所以在双十一的时候，你可以到我们的虾皮卖场，无论是在油类的商品或者是我们 SSR 固态机电器，我们都有一个优惠的折扣给大家。除此之外呢，以前跟我合作过的厂商像 OTK 整流器东哥，在他的虾皮卖场也是有一个优惠折扣。另外爱车保姆也有做优惠活动，像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的内装三剑客，他们这次也有做一个促销优惠价给各位。当然还有前几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安博行车记录器，之前那部影片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原价8500直接变成6000块给你们，记忆卡从 64G 变成 128G， 所以这个是非常超值的。这么多的一些厂商都在做一些促销活动，包含我们在内，希望就是能把这些好的商品带给你们，让自己的爱车是可以越来越好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玩车是要开心的，而且新车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小事情，我们最近会开发一个新商品，就是和 OTK 一起合作的，我们把 SSR 跟整流器结合在一起，这个整流器的效能会比一般的改装还来得稍微高，那你们都可以敬请期待。好啊，以上就是双十一的活动资讯，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制作更多很好的影片给大家，感谢你们。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追踪我的粉丝页跟 IG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